民众走到大寮这间油品分装工厂，发现大排一滩乳白色水痕，疑似偷排废水。你个摆啊，你聊恁足久啊，点记？来啊！原来民众搜证很久了，这回刚好看到工人正在排废水，当场抗议，但工人态度却超嚣张。找恁找足久啊，啊个偷倒啊！工人超离谱，看到被录影搜证还继续倒废水，环保局获报到场稽查，市政民却依法开罚。水蜡以及氟化剂等，该厂的员工在清洗桶槽时产生的废液，而直接排入大寮排水干线所致，裁罚144,000元。不仅大寮里，考潭里也发生仓储公司疑似堆放酸液，但槽桶破裂流出的酸液造成恶臭，当地居民超崩溃。环保局，你睡够了吗？睡饱了吗？你什么时候才要醒过来呢？大寮的污染严重，其实有人谋不臧的这个因素。市议员质疑环境污染，多次打电话检举之后就没下文，民众只好自己当柯南埋伏搜证，自己的家园只能自己救。记者洪夫人王淑红高雄报道。旺旺水蒸呢，它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，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，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，所以这个非常时期，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雾化器还有生成机都给它买起来。当然，在我的部分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啊。